怎么带上？大家有什么带上？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羽球大赛，这次这一届的第一届羽球锦标赛是在槟城举行的，有五位参赛者报名，就是我、那位林尚进、大勇、方正还有杨红林，五个人将会一起比赛羽球，看谁是槟城 YouTuber 的 Top One 羽球高手。第一位选手林大勇，来自沙劳越明都鲁，小的时候有学过一个星期的羽毛球是吗？一年多。一年多 OK。 来自明都鲁沙劳越的黄邦镇，没有穿鞋。来自 KL 安邦的杨红林，杨宝贝小姐。我中学的时候参加过羽毛球。哦，中学。哦，参加过羽毛球 club。是拿过最后一名。拿过最后一名，非常好。来自槟城松埃阿拉的林尚进，昨晚因为很迟睡没有精神。我当然是代表槟城大三角，代表李宗伟的名誉来参赛的。Dennis Limi， 希望今天能够帮我的家乡拿回一份今年的奖杯，这个是真金哦。大家好，我们在进行比赛之前，我们有五个人，一个人会自动晋级去半决赛。现在公布那个人，就是杨红林。因为她是唯一的女生，我们就给她一个特别的优。这个是人，你的先。啊，抽两张，两个人，那两个人就对打第一场。林北勇 ，Dennis。OK 啊，第二张不用抽啊。所以阿邦对上进 ，Yes， 一盘二十一粒罢了，就决胜负了，十一粒换场，就这样。这时候开始我们的羽球大赛第一场。第一场开始。
在有请我们的第二场的参赛者林尚进和王邦正。很紧张的最后一粒，是否邦正会好好的拿下这个机会呢？结束这场比赛呢？结束了，王邦正晋级决赛。大家，尚进虽然输了比赛，但是赢了精神，大家都非常的敬佩他的。对 ，OK， 公平的林尚进将会在这盒里面抽一个名字，就是我跟邦正的名字，看。杨宝贝会对谁 ？Dennis， 我竟然对到杨宝贝，有危险了！决赛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希望你会赢到他吗？我希望，可是我有一点压力，我会尽力的。
城羽毛球 YouTuber 大赛第一名，冠军 Dennis Lim， 亚军王邦正，季军大勇。谢谢大家收看这个羽球大赛。谢谢大家收看这个羽球大赛。希望这个羽球大赛可以鼓励更多宅男大家会出来做运动。好好运动。这样看我们的上镜，那么多年没有运动，终于出来打羽毛球，那么拼命。结果还是输了。可是输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要尽力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这个羽球大赛就到此为止。和平，冲！